这个真好喝，好喝吧？嗯，这特别做的倒炕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，是这样。是这样，要谢谢叔叔，不用了。这是饿了吗？啊，不用了。大福，做好了，这盛一碗。我们来吃饭了。你看。自己做饭，自己都是自己做饭，大哥。啊，有出去有饭我自己做饭。啊，别提不是想跟车吗？要有心理准备。啊，跟车自己煮的面条，就歇一会儿，吃个饭，睡一觉再走。他俩都太累了。这煮的肉吗？这是面条，煮丸子，面条吧。面条。到家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全部拉起来了。哇！哇，小宝宝。这个新家怎么样？我让他爬床上去。啊！阿姨，阿姨也是第一次来哦。这是奶茶家，冬天家还没装好，这回家先住一下。好，来住两天。啊，先住两天。怎么回来？啊，回到奶茶家我住。这你大姨家不能化，我跟你讲啊、哦。你可不能现在的。你要化就比大姨饶不了你。这干啥呢？他们家没有暖气，但是有空调，中央空调。哎，也不冷是吧？那个叫什么？空调一打，谁都不爱。那个衣服鞋子呢？鞋子，这里有鞋子。阿姨这里有啊。啥任务？这个窗户要胶带给我缠住。啊？这个窗户没有防盗窗，保护保护。没有防盗窗是吧？对，拿胶带把这个缠住了。起来，把它控制住，让它开不开。它暂时的，开不开。妈，这我给你要拉一点。这个家大不大？大呀。干啥呀？吃柠檬啊？柠檬好酸哦。我们这里上大雾了。哦，那个今天晚上我们就在我姐家住一晚，明天回家喽，拜拜，行吗？但是我的床好像被揭了。啊，我的床都没被子了，好像。我的天。碎屁 啊！我都搬回家了嘛，你看我的床直接没有被子。你睡这屋、啊、咋睡？就这样睡啊？光睡。啊？拉胆子一扑去了。哎，是不是阿姨拿湿电脑给你扑呢？哎呀，我就在这。他阿姨不用，他就将就睡一下，劝一下就行了。不啥？这被子也。哎，还有被子。我来，这带着被子。来。这是我们带的被子，你看。有被子，你盖吧，那个你盖吧。哦。这有一床啊。你看这两个，到这里，这里没有地暖啊，小乖乖。快起来，别趴地上。来。哦，这玩猫呢。你看，亚当也被我们带过来了。出来，他本身不敢出来，贝贝，这里新家哦。啊，这不是你新家。老家还是新家。来，出来了，贝贝。咦？他还没尿尿呢。你看。那怎么睡的？好害怕哦，他。我脑睡沙发吧。别按！干啥呢？你家没有空调是吧？没见过是吧？别打。按冷风，我冻死了。冻死了，不能按哦。不好意思，别吓着了，别吓他，刚到一个地方，别吓他。来，鼻子靠墙，给我站那。那鼻子靠墙。不让下，不就下。那不让下呢。你说鼻子靠墙。哎，鼻子靠墙，给我站那。别说话。别说话呀啊！你们回来了？什么样？咋说的？这两个快好了，这两个。这买的药吗？啊，然后从空调房里啊。
从暖气房里出来，这两个好一半了都。好一半了，暖气房。现在他妈了，还有他奶也有点头晕。这个烤山芋吃不吃？烤。来，来买点烤山芋吧。买给宝宝吃的，买给你吃的，你想多了。烤山芋。啊？我们买个梨吧，舅舅。不是不吃吗？有梨的，有山芋。要。梨和山芋都要。梨一个两个。梨呀、啊。啊，两个。这里面哪有？两个吧。两个。对，烤梨的。山芋呢？梨吃着下火啊。烤梨，烤山芋。黄薯要几个？黄薯要两个。黄薯呢？谢谢舅舅。阿姨，到这边习惯吗？习惯，还行。习惯？啊，咋不习惯呢？这边冷不冷？这边。还好哈。嗯。走，出发。这是干啥？扫。扫。扫。给钱。给钱，给钱，扫扫扫扫扫扫。他把我这带，不准买糖。买什么东西的？两个人使劲往这边跑，让买糖的。要买糖？不可能的。小朋友吃糖牙齿掉完了，我跟你讲，对不对？来吃这个。吃梨。他爸给他啊。走，回家说吧。好久没有回来了，到家里面先买一块牛肉来吧。我切一下。再买点蒜苗。好久没有回来了，好久没有吃到我们这边这个牛肉了。在我姐家，我姐也买，但是他们那边牛肉跟我们这边不一样。我买了点豆牛肉，哎呦，那啥，蒜苗，蒜苗烧豆腐平菇，大白菜牛肉。今天我跟菲菲两个人回家，买点菜带回去。昨天晚上，今天早上到的家，嗯，然后就没有回老家先，太困了，睡了一觉。飞哥吗？你买了就买了牛肉，还买了啥？我买了牛肉、豆腐、蒜苗，三个菜，两个菜吧。飞哥也来啊？嗯，那做咸鱼。咸鱼吗？啊、嗯，那行，我要要买再就买，这就买买点。不用了，晚上我们随便吃点了，白天再吃吧，明天。买多了吃长胖，我跟大家都要减肥呢。所以我就买牛肉、豆腐，什么猪肉那些我都不买。以前我到超市，排骨、猪肉少不了。现在我已经把他拉入黑名单了。你已经瘦了好多了。瘦了好多了。说明有效果。飞哥啥时候到啊？我都想他了。什么玩意儿一天天的。啊。想你了他。好久没见了，跟他。你想他了？嗯，有点想了。不知道他有没有想我，是不是我自作多情？他也想你。他也问问他。他估计是想你，应该不想我吧。自从有了你，他就把我给忘掉了。现在我们到家啦。谁在里面呢？你们的兴奋呢？什么东西啊？小狗。哎呦哎呦，真的。哎呀妈，好可爱哦。小兔子，小兔还活着没有？小兔子还活在门口。他俩不能放一起养。这门锁起来进不去啊。谁打开啊？干啥呢？你看我妈的小草堆也堆起来了，从那边移到这边来了。草堆堆的也绝绝子，说不定比我们俩堆的好看吗？亚特，把亚特跟小狗一起养啊！我天啊，别伤害亚特好吗？嗯。别伤害亚特。来来来。玩看一下。哇。啊，两个。这两个小什么狗啊？这是 A 了，二十只是 A 狗。哇，就在里面吃喝拉撒。哇，农村就是冷呀，会不会？哎呀，忘记从峡河买个那炭炉回来，会不会？好火呀！哎呀妈呀，我走呀！你直接走，你走，别过来，走。我走了呀，我的大白菜留着。不然他只会。我的金针菇回你了。拜拜。拜拜，慢走，走。你走了吗？要跟我跟斌哥哥问声好。你
快走吧，快走吧。改天有时间跟他去啊。你这个吃我们牛肉，赶紧走。那那个车你赶紧还给人家，知道吧？嗯。还的时候给人加上油，再给人洗一下。洗我洗吧，我洗吧。哦、我先开走，然后我去给他洗一下，加满油，明天开过来给你啊。要没有？然后赶紧还给人家。不太好、啊，我觉得心理压力这两天可大。虽然是你的发小，但是这个还得要弄一下的，洗一下，然后加上油放在里边。对，这个车钥匙明天来开这个。慢走不送，快走吧。我们做牛肉吃。你快走吧。快走吧。这个粥好。好喝吧？这个特别做的爆汤，太好了。太好了，好吃就多吃点。是啊，嗯，吃饭好。